Hello，大家好。晚安，我刚看完那个官方的直播，大家刚刚有在看，哎，那个真的好强哦，那个吹泡泡太厉害了吧，尤其是那个干冰泡泡，超漂亮哎，好好玩哦，真的是太可惜 MV 没有请他了。谢谢史努比的枫叶，大家有看吗？官方直播。好可爱哦，那个泡泡，泡泡好看。专属的味道，幸福感烘烤，一秒一秒微焦。一家小试试看，可以试，当然是试试看，很酷诶，老师真的超强的哦！欢迎老师表演，太夸张了吧？怎么会那么强？不愧是专业职人。那些 get 的行李箱，哎，他们玩那个好好玩哦。来一耶一耶呜呜，是我今天很无聊，我就去看了我们，因为我们不是改过，因为这是原创，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原创单曲，所以就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会一直改这件事情，就是可能最当初跳跟现在跳的。都不一样，然后我今天就很无聊，就去看我们最当初到底跳什么，他就哇，好酷哦！我现在为大家展示一下，我们最当初的巴巴巴巴雷爷爷，巴雷爷爷屁屁吧，没有，那屁屁是我们自己家，但我们自己觉得可以这样打口，我觉得就很顺啊，巴巴巴巴雷爷爷屁屁，巴巴巴巴雷爷爷屁屁。巴巴巴巴嘞，一耶一耶，呜呜。当初是这样，是不是也很棒？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，很可爱哎。这原本也是一个泡泡的概念，就是困在泡泡里面的。巴巴巴巴嘞，一耶一耶，TP，这个很可爱。我觉得这个改掉有点可惜，但这个也很可爱啦。这个很棒，这个有 TP，嘞耶耶 TP，巴巴巴嘞耶耶 TP，TP 很可爱，而且我们当初因为我们就自己就想了超多喊口，我们自己想很多口，然后我们当初这也是的巴嘞耶耶 TP 嘛，然后我们那里不是那个吗？明明那么靠近。听得见体贴的叮咛，Percy 切欧歌词，我们记得加一些很诡异的口，嗯 Percy 切欧歌词，是不是很顺？这是演出会有那个 TP 没有啦，这是我们自己想的啦，就是因为当初是有这个动作。噔，这是一个 TP，但现在改掉，现在就是噔，嘞，现在这边累积，巴巴巴巴嘞，一耶一耶，是不是觉得我们喊口都怪？哪有？早安早安，TK，大家不觉得 Hamper Six 很酷吗？而且这个动作没有改，这个动作没改掉。你那么靠近。听得见体贴的叮咛，Persist 遥不可及。都乒可以乓是什喊，么？哎，乒乓是哪？是这个吗？啊，乒乓是，乒乓是不是也是这个？好像也是手啊，因为是指头。Pinky，因为 Pinky 是小指头。你们都可以。对，这一颗乒乓，嘿耶耶 TP。好奇怪，我们这次舞蹈根本是融合了所有女团的元素，也没有到所有啊。对，我们的元素非常多元。乒乓嘞，耶耶，TP，乒乓嘞，耶耶，TP，你那么靠近，眼前体贴的叮咛，Persist 遥不可及，蛮有趣的啊。而且一开始的动作其实比较复杂一点，我们这个就是有改简单过。
照流程都是，比如说，吹一个泡泡，把自己打包，现在是这样嘛，然后以前这样，嘿，也是吹一个泡泡，把自己打包，然后还有的，哎，我忘记什么，噔噔噔噔噔，好像，哎，我忘记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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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类的，忘记了。嗯，好忙，对啊，之前比较复杂一点点，反正芭芭芭芭蕾耶耶，踢皮蛋其实我觉得是蛮可爱的，踢皮芭芭芭芭蕾耶耶，踢皮芭芭芭芭蕾耶耶，踢皮芭芭芭蕾耶耶，但老师一直觉得，老师一直觉得我们跳这个很丑。我就觉得我们扭屁屁扭得很丑，所以他要把这个动作改掉。很难扭哎、欸，扭屁屁很难扭哎、欸。你就是哎、欸，我有带电脑哎、欸，那我要把电脑拿出来。屁屁。鸟儿来，我差点坐不到椅子。这样提供。其实哦，我们是每个人都要编一段副歌，就是每个人都要编一段叭叭叭叭嘞爷爷那里，然后老师会录下来，然后他回去自己想。但嗯，我的好像我的原本是，我忘记我编什么了，叭叭叭，哦是编叭叭叭，哦叭嘞爷爷，哦我想起来了，我那个时候编的是。因为他跟我们说那个泡泡是口罩的概念，所以我们是这样，口罩然后丢掉，叭叭叭，然后踢踢这样，叭叭叭叭嘞耶耶，哎还是这样之类的，叭叭叭叭嘞耶耶之类的吧。口罩粉乱掉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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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叭叭叭叭嘞！你们可以办那个啊 ，TP 粉丝舞蹈原创大赛。看起来 Julian 的骷髅糖果，就叫 TP， 因为这是我们的原创单曲啊，原创单曲必须啊，虽然最后没有加，没事没事，蛮好的。其他好像就。还好，其实大部分的动作还是算老师编了，就是我们会提供我们的想法，说老师你觉得这样这样可以吗？的话就可以。谢谢辉远的漫画书，跟厉害，跟阿光的厉害，谢谢跟叶枫丝改的骷髅糖果。哎、啊，你好吗？你好，我蛮好的、啊，我蛮好的啊。为什么我这里白白的？还是这种错觉。我们刚才吃了大户屋，哎、欸，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大户屋，大家。因为呢，我拿到了3张50块的礼券，很会念中文哎。我就去买了大户屋，好吃哎、欸。我们吃了什么什么什么黑什么酱，黑醋栗吗？我们是外带啦，我们是外带回来吃，因为我怕直播会来不及，怕直播也赶不及。一家表演的表情是有特别琢磨的吗？就是看看心情哎、欸，这回答是不是很难？但是我每次表情应该都不太一样，就是看当下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，开心就好。公演的疫苗完全在写的，真的，我都在右边，我、哦、真的是基本上都在右边。Hello， 非要吃4碗太多了吧？但是外带只能吃1点啊，外带的饭只能一点。你要回家了，那么快？太快了吧？等一下，太快了，快要11月了，快要可以听11月的脚链了。但是现在是10月，我们现在听一下《忘却10月的你》。我有画你手的那个作业，他说
他要去哦，开心蓝魔那么快乐，我刚才有看，我看蓝魔超厉害，那个泡泡石傻眼，怎么那么厉害？苗栗饼干感觉很可爱，谢谢。他miso 说可以画一个我在写日记，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写日记。他说想要我在写对泡艺师，那个泡泡真的超级强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写日记，反正就是这样。他说的，然后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很不像我？但是就是我是画我平常写日记的时候长什么样子。我平常写日记就是洗完澡啊，然后放发戴眼镜的样子，就是我平常写哦，是死亡笔记本是吗？我平常写日记就是长这样子，但是没有那么多污蜜了。太快什么意思？他反正什么意思？很可爱吗？谢谢 River 的 Have Fun。对，这是不是啊？你有看到细节？然后乌咪就是我的幻想。谢谢 River 的月赛选票。然后我很无聊，就开始在画明年的圣诞 T。超快！哎，你们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哎，很可爱，你不觉得真的很可爱吗？我明天的圣诞 T 没有看，你觉得蛮可爱的。我们都蹭乌咪热度了，可爱。好像阿你的圣诞 T 都是乌咪。我在写 Birthday King， 很可爱吧？爆也没有，可爆明天就大改，因为我是想要做美漫啦。美漫的风格，美漫，所以这也不是美漫的风格，所以我应该也不是这个。大家开心最重要。这看对啊，大家还没拿到今年的货，就开始在想明年。我好焦虑哦，我现在是超焦虑的。关于生日会的主持，生日会的主持让我感到非常焦虑。衣服上是什么 ？Girls can 啊 ，Girls can do anything。Girl， 女孩。猫女孩 ，Girls can do anything， 该写不写啊？这样。生活组队真的要加油哎！真的是要加油哎！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好像主持过生日会，但其实没有。哎，没有吧？没有啊，我只主持过我自己的生日会。一起想但还没想好，这样子就是一起想但还没想好。你要开始就好，天啊，太贴心了吧，怎么那么贴心？在三月生日会，对，还是有点太快咯，有点太快咯。自己算主持，但是自己也不算主持人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算是大家一起主持，大家分担主持的工作吧，算是。要敷衍吗？哦，那个蔡恩出场，胡机会出场，开始第一个游戏，自己玩好。第二个游戏，好，那个蛋糕出来，许愿，许好了哈，拍照拍照拍照，好，那个吹蛋糕，好，那外面请哦，那个离场，见聪会吗？见聪会，大家。就算不是啊，可是重点是如果没有主持好的话，是怪主持人吧？对啊，没有主持好是怪主持人啊，很恐怖欸。那再蛮有空时间就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三十分，我们这里预计是这里要进行游戏二楼，大家要休息喽。还是我的工作者负责控时。就负责报时，现在时间是晚上五点半，那差不多要进行第二个游戏了。谢谢撒露的行李箱，好好笑，敷衍。谢谢八神龙之的银白盲盒，这个也不是第四，好像还有道理耶，好像有道理啊，没事啦。
我要学柏林，做就对了。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柏林最近的经典名言。柏林最近的金句，做就对了。然后我们再提倡一种慢活人生，慢活人生，做就对了。谢谢 YC 的银白芒花，做就对了。大家想象那个柏林的语气，做就对了。谢谢肯尼的枫叶，不要让回心团放心大家，我会阻止他们，哎，阻止他们过度放闪，好吗？完全没有问题。巴巴巴拉巴勒耶耶，谢谢开心的石头。哎，而且重点是刚刚，因为我刚刚有看这个直播，大家唱巴巴巴巴勒耶，唱得很好听哎，那个和声。那和声蛮好听的，我说，蛮好听的、啊。谢谢傅伟的文手礼，谢谢不客气。啥？这不是 Q 版吗？这不是 Q 版吗？是吧？不是吗？不是吗？这不是 Q 版的定义是什么？应该说 Q 版的定义是什么？差不多这个吧。这不是 Q 版，这不是 Q 版。Q 版是什么？谢谢花园的银白芒花。对，姐姐说是就是，不要相信姐姐的专业好吗？姐姐是艺术专业，艺术专业，姐姐说是就是，好好笑。韩扣要改更常看，大家开心就好。韩扣版就是大家开心。三头身那种吗？没有啊，我这个是三头身啊，你们又没有看到我的脚在哪里？这桌子，我的脚就在桌子这里啦，是一头身、二头身、三头身吧？对啊，我脚到这里而已，大家，是一头身、二头身、三头身，不追求对啊，不知道，这是三头身啊，对啊，我脚在这里而已，大家，然后我身体就卡到这里，下面全部都是我的脚。然后很大的 Q 是哦，好吧。其实站对啊，我就是站着写日记，这个桌子有点太大，我是站着写日记的。姐姐是对的，姐姐我喜欢，她说姐姐我喜欢你。谢谢。OK，没错，就是如此。手抓过去，我是那个人员，墙壁员。手上过膝，然后手根本到达脚底了，好吗？被罚卡，等于被说谢谢，谢谢，这么厉害，没错，就是这么厉害。这里有谁不喜欢写谁？有谁不喜欢写？我在讲什么？这里有谁不喜欢姐姐的？我刚才在讲谁不能学？不喜欢那个，对啊。对啊，怎样？一下现在正直播没有，我现在不是 Q 版，我现在是写实的人好吗？我现在是写实的人，头身体脚1:1，对，其实它下面这个桌子下面全部都是我的脚，好吗？全部都是我的脚，就是如此。哎，刚刚有看那个官方 po 的那个 reset 照片，我觉得我笑得好尴尬。我想跟大家示范一下我的那个官方笑容。是不是很像？是我的车吗？我的。咪咪滴滴，你坐啊，你叫你 Q， 谢谢，你现在是 Q 版的吗 ？Oh my god， 你们太会说话哎、欸，有吗？你们太会说话了吧？谢谢秋日红的红玫瑰，哎、欸，而且但是我很喜欢这次。
的镜头，哎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因为这次有很多从我们背后往前拍的镜头，因为游击是站在我们这一侧，然后就会拍到我们的背影，加上大家的样子。然后我看这些，天哪，好感动哦！就我真的很喜欢那种荧光棒人海，就是应援扇人海、荧光棒人海都的那种感觉，我就很喜欢，很喜欢那种。就是拍我们的背影，然后又拍到全部粉丝的那个那种镜头，就觉得哇，超漂亮。厦门看太可惜了，但现场也很棒，好不好？对，你们也不算，也不是我们的视角，又比我们的视角更大的视角，又看到我们的背，就觉得天哪，好好看哦，真的很喜欢这个镜头。像都是你的声音吗？有那个镜，有很多啊，拍了很多这种镜头，还蛮多的。这个镜头偏多偏多。我们来听那个 Together We Stand Stand， 谢谢夜空 sky 的幸运四叶草，真的很感人。而且那个彩排的时候，高音爵跟我们说：“我跟你，我一下我跟你说，我说怎样？那个导播他在玩音游。”好像玩游戏啊，比如说，谁把爱的肚子够不够花？对，谁把爱的肚子够不够花？就是那个每个节奏切一个镜头这样。我说哈，玩音游，每句话切一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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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太酷了吧，好好笑。还敢不看草组啊？谢谢夜空 sky 的一封信，就是他每句话会切一个镜头。但我觉得这次镜头还蛮好的，就是唱的时候都有拍唱的人。哎、欸，他们会在每一次当中，那个、欸、就是他们 Sakura 玩的时候，还是 Daisy 玩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们在看他们录的一秒一秒约好的影片，然后他们就在检讨说哪边应该切哪边会更好，那就哇、哦，厉害厉害！导播好像不同团队嘛，我不太确定，我也不知道，不要乱讲，不知道。盛会就可以看到一家，哇哈哇哈，对啊，还有检讨哎，哎、欸，他们真的是很辛苦，就是早上九点，哎、欸，我跟大家讲一个，就是我那一侧的，应该是这次因为有两只近景，然后如果就是你有对到那个近景的话，他拍你，然后导播又切，然后你又对那个镜头看的话，他就会这样，哎、欸，就会对你点头，然后就这样。他说有的，他说哦好谢谢这样，好好笑。啊、哦、谢谢你的称赞。是谁提？是我提议的，大家，是我提议阿姨洗铁炉。大家不觉得 rumor 很好笑吗？rumor 很好笑哎、欸。比较他知道，有对到，动看。好久没看到，我也很久没看到大家们了。没有上次也会比上次很棒，有接收。如果都很好笑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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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对景超像的，而且我们原本要更难，我原本要这样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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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我们可爱一点。阿姨是跟大家一起喊呢、欸，但是其实我们原本的预想是，我们最开始喊这个是怕大家可能官方可能有顾虑说会影响到线上，所以还是规定现场不能喊口。我们当初想到这个，我们想说帮大家喊出来。所以我当时就想说，那我们来喊个阿姨西铁路这样子，但是现场观众一起喊，就是大家都一起喊，就也蛮感动的，有不同的效果。那、啊、我这个刘海是怎么样？噔噔噔，
发型好，学长，学长好，很有趣，好不好？学长好，超有趣的。我们去一个自然而然，我们去海边。讲一讲没错，我想要帮大家。哎，那你真的是那个，就每次都脑力激荡，每次 free 的地方就是脑力激荡的时候，然后就要烦恼说怎么办啊，就是要干嘛？就是要干嘛？你喊你们是不是有吓到？他想想不到吗？一起喊喽！啊，异系列路。学长唯一不好点是没在现场，有道理。呼喊也对，呼喊很棒，呼喊很感动。第一次有那么多学妹，好晕呐，太晕了吧！来自海风的明信片。还有 Luma 就结束 ，Luma 很酷。我有没有想过比那种，就是那种毕业照，然后很多人会一起比的那种大星星，不是这个星星，就是星星的那个星星。但是太难了，谢谢亚欧梦里的开通会员，谢谢跟我在一起，嗯，一夫一妻嘛，正常正常，一夫一妻制。终点，经得过日落，所有的幻想已经太遥远，陪我们跟大家分享。跟大家分享我的泰文笔记，我每日学泰文，我现在已经学习30个了，但是我大概前面都忘记了。那泰文学习笔记，第一是塔努塔松，好难哦。认真读书，但还认真读书很酷，就跟我们最开始，如果我没有喊。高云杰生日快乐这样子，但最后就是改成大家好久不见，哎，大家好久不见也不错吧，喊大家好久不见也很棒。终点，笑话有点太好笑，还行吧，但是我生日会应该不会，生日会要有笑话吗？生日会有笑话感觉又有点好。画龙点睛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画龙点睛跟太强这两件事情是很一线之差的事情。啊，对，好久不见，感动，哎，这真的蛮久不见的。对，出差没有个单子 ，Oh my god！ 谢玉的掌声鼓励。你不说笑话怎么组织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说笑话就可以组织好吗？我不说笑话组织就是。现在时间5:30，我们进行第二场游戏，就这样。是控场人员，你要小心你会出现。嗯，我很小心。唯一一家扇子只有一家讲笑，对，你还给我拿出来。我真是很想准备一张纸，然后让大家给笑喽。太遥远。接受事故，没错。利用公式，对，利用公没有啊，这是我的上课笔记。然后我上课上的很无聊，就开始看泰文的，那好无聊，我看一下泰文。但我学习能力很好吧？但是你很会学习。这个灯，你知道这个灯是什么意思吗？这个灯是正确，这个灯，嘟个哎什么？嘟个哒是娃娃，嘟个哒。时间怎么再见？哦哦哦哦！现在镜头有点惨白，我也没有调啊，就是这只手机的问题。应该是变白了，但是手机没变，所以就是越来越白这样子。手机问题啊，大家没有办法，这是我无法。我们来听 CGM 妹妹的歌，他们的那个新专辑要出《永远的压力》耶。看大家推荐啊，大家有听吗？大家有听我那个吗？
我有发 IG 宣传的 IG 现实的那个 Fortune 的歌，他很厉害，这首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，然后自己制作，作词作曲制作的歌，超强的嘛。然后官方帮他拍 MV， 厉害。这白平衡哪天正常过？嗯，不知道哎。谢谢苦一楚的掌声鼓励，谢谢 CKMK 的一封信。哎，他 MV 拍的好好看哦，应该是他人好看了，人的问题。人好看，什么都好看。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骷髅糖果跟阿光的红玫瑰，这首节目当然是咯。我觉得这首的 MV 也很酷耶，这种电影感，很电影感，电影感 MV。 谢谢阿光的红玫瑰。哦对，大家如果有关注现在武当好看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一讲，嗯，当然咯，当然咯，你太会说话了吧。说到武当，我们是不是要念一下那个官方宣传武当理念？等一下我要看稿。但如果追踪你的 IG 的话，就会发现，没错，我们最近宿舍的大事就是宿舍多了一位新成员，就是我们的林江妮妮，她在昨天正式入住了。所以大家才会前阵子在那边搬家，也没有搬家了，搬房间，搬房间。你是哪里的？算是有点远，有点远的人，算是有点远的人。什么？有你说搬家吗？搬家了。搬家了有彩带吗？快点，我要看，我要看稿，我要看稿。什么一起搬进会议室？我们昨天，对，昨天搬家中。首先呢，这首单曲一秒一秒约好，就是 AKB48TP 和粉丝们之间的约定。在世界面临严峻考验，有些家人或朋友间突如其来的相隔两地，无法面对面在一起，偶尔透过视讯联系，触发心中充满思念的感觉。然后 TPP 成员跟粉丝间在那一段无法面对面的时间里，心中也是充满满满的期待。这首歌呢，就是让我们唱出这种无法面对面的感觉，把无法面对面当作是躲猫猫，唱着当陪我躲猫猫，这是不许胡闹，一秒一秒约好，是种乐观对未来生活恢复往昔的期待。总之呢，就是要我们透过这首歌曲表达一种思念跟期待的深刻情谊。没有错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样有人想做，对，我们也很压抑这件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把宿舍清干净了，必须让那个妮妮留下我们的宿舍的好印象，所以我们就是清了一下宿舍。被骗到，真假的？真假的？但是我们原本真的有考虑，但是找不到新房子，找不到更好，找不到比现在宿舍更好的，所以就。哦，好吧，那就继续住吧，这样子。没有，原本也是宿舍住，只是搬去比较，怎么讲，比较少房间，租金可能会比较便宜的地方。我们办公室省钱，但是后来找不到，就算了。因为地震真的是很想搬走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大家知道吗？十九楼真的是不是跟你在开玩笑的耶？十九楼真的是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就是我们原本想要找一间房间比较少的，但是呢，现在妮妮搬进来了，所以就也没关系。就现在其实算是很蛮刚好的一个状态，是一开始太挤了啦，一开始真的太挤了，现在是蛮刚好的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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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什么歌呢？上次直播的床哦，不是哎，上次直播的床是没有用的床，没有用的床，大家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因为最原本是小迪跟小琴住同一个房间，然后小迪睡床上，小琴睡床垫，就是睡觉的时候才把立起来的床垫搬到地板上，然后晚上才有床垫可以睡。但是呢，现在就是因为那间房间只剩小琴一个人，所以现在情况就是会多一个床垫。然后那个床垫最原本都是放在小琴的房间里，但是其实如果把那个床垫搬走的话，那整个房间会大非常多空间，所以后来小琴就把那个床垫搬到客厅来。但我们后来把那个床垫摆整齐，也没有包起来吗？摆整齐了，摆整齐。对，我想说别人没，就是没有人在用。没有人在用的床垫，好吗？整个宿舍地震是这样，嗯，好像有道理，好像是这样，只有我没错。现在刚好一人一间，现在是法法跟云爵一间，其他一人一间。那小布回收，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个床垫到底是谁的，应该是房东的吧？房东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回收吧？就像我们有一个椅子，它坏掉了。但是好像也不能回收，没有问过说那个椅子坏掉可以回收吗？他说嗯不行，嗯好，对，床垫还在客厅，但是是摆整齐的状态，舒服舒服状态。那可能就是以后再归还给房东。天哪，我最近是不是真的碰到落法危机啊？中年落法，中年落法危机，天哪！乱回收会出事，真的会出事，不要乱帮他回收，等等就马上赔钱。换季掉毛好像蛮正常，有人去串门子告诉没有，也不会睡床垫啊，来串门子也是睡沙发。因为沙发也是偏舒服，哎，我们客厅的沙发真的是很舒服哎，就是你躺上去，你基本上就可以睡着的状态。我秃头吗？没关系啊，就是那个 Doris 老师跟我说你有掉头发的本钱，我说嗯，我也觉得，我是有掉头发的本钱的，没错。我最近，所以我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最近算命。突然，是我最近算命，然后他说我未来就是走，我觉得很恐怖哎。他就说我未来是走口条，靠嘴巴说话。然后他说什么周围什么心很痛，我也听不懂，反正就是听什么，就是什么心啊，什么天狼星，我不知道什么心，反正就那种讲那种星座，我不知道，嗯、就什么什么什么心很多。嗯、然后说周围很多，他说我未来是靠嘴巴吃饭。啊，好像有道理，就是不知道靠哪里，就对啊，靠嘴巴，没有靠口条。我未来的工作是口条。他说，他跟我说就是主持或老师。我觉得嗯，好像嗯，好像蛮有可能的这样子。靠脸吃啊！天哪！新闻主播还有那个政客，哎、欸，他说我的心中有一把很公正的尺，哎，他说就是我讲话是很客观的人，就是虽然你可能会跟谁比较好，但是你讲话还是会很客观，就是不会特别去偏左谁。他说，所以他说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其实你去当那个律师，哎、欸，不是律师，那什么法官，你去当法官也蛮适合的。但是我就是没有兴趣，抱歉。我很公正，没错，我是公正。杨老师 ，Hello， 各位同学们。正课部分，谢谢苦一俗的掌声鼓励。什么问老师问题？他拿出解答之书。哎、欸，
那个一加老师，请问，请问我这题的数学答案，请问一加一等于？请问这个人该判他有罪吗？就是个浪费钱的问题，有罪。好好笑，请不要浪费钱。谢谢阿基拉的骷髅糖果，好好笑。不要浪费钱，我觉得你不要请律师会比较好，因为请律师是一个浪费钱的行为，这大概也会浪费钱，好好笑。许阿的好久不见，那你打得到吗？他很开心的是，你就是那个那什么拍年历。拍年历照片的老师，摄影大哥，他在瑞穗公园之后送我们很多甜甜圈，很开心耶，很好吃，好吃甜甜圈，所以就蛮开心的。哒哒哒哒，姑姑家门，对啊，要送大家都出一个。这大概有，哎呦，又会浪费钱了。他三场都有来看呢，厉害，三场都有到。刚好量完体重，嗯，没错，刚好可以吃。刚好可以出入坑了吗？不是，哎，但是真的是看到他分享才突然看到，嗯，小巨蛋也是他，然后再看一下，哈，角落生物也是他，因为我们已经碰过很多次，但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哎，就原来你一直都在啊的这种感觉，原来你一直都在，好酷哦。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忠孝新生附近的一间叫做小巷，哎，我忘记了小巷什么，我查一下。所以大家下次如果去乌梅看 Reset 公园的话，好，有一间叫小巷，那个第一个小巷的那个巷是巷子的巷，然后第二个巷是大巷的巷。好，这就是一间专门卖芋头牛奶的店，然后非常的好喝，他们的芋头简直就像不用钱一样，就是给你超爆多，超级无敌霹雳爆多，就是蛮推荐大家小巷，超好喝。推荐大家，好，这是我每次公演彩排必买，公演彩排必买的一间店，因为真的很棒。然后我把它推荐给我们 Billfall 的成员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天哪，好好喝，这样子。”小姐好喝，推荐大家去喝。没事，突然想到而已，突然想到这件事情。没错，小象手作坊。真的很棒，拜拜。而且，我们真的是很荒唐，就是我们那天 reset 公演完，我就在路上，然后说好累哦，然后不是是饮料店，我说我跟高文杰说好累哦，然后高文杰说对啊，然后说要吃冰吗？超荒唐，他进来，然后高文杰说。好啊，然后说你要吃冰，然后张妈说要吃冰，张妈说不要，然后问那个，我就传讯息，那刘小星已经回家了，因为萨库拉组比较早回去，我那个一秒一秒约好组比较早回去，然后传讯息给刘小星说刘小星你要吃冰吗？他就说哦好啊，然后就去 Uber Eats 订个冰，然后把他送到宿舍去，真是很荒唐，而且他还买一送一耶，就是什么绿豆牛奶冰。真是很荒唐，很有趣。
我上次 build flower 组，你的离开顺序就是一秒一秒组加上前座第一车，然后当组第二车。如果你那一组是 build flower 组的话，你就算 build flower 组。真的很好喝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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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而且我还没决定好，我主持要穿什么哎，这也让我很焦虑的一点。我应该，对啊，破百万了，我们的。是不是要听一下？破百万好像该听一下。一秒一秒约好，一秒一秒，巴黎一秒。第一次要先点中别，中别，要喝啥都可以呀，什么都好喝，什么都推荐，就是大家。快乐最重要。我101万怎么那么快？对啊，怎么这么快？这还不可以接？嗯，应该算有了。是你也是，你说小象小象吗？小象小象可不可以找我去代言呢？我想代言小象小象。我好像每天有免费的小象小象可以喝，可以找我去代言吗？就是可能。彩排每个月 reset 公演，然后免费提供这样子，那我就帮你推广给我们的每个粉丝。什么入场前规定要先购买一杯小象小象的饮料，方得入场。好像蛮好的、啊，好像很会合作吧？就是你要然后重点是乌梅里面还不能饮食，就是你买了你不知道要干嘛，买了你也不能喝。买了也不能在里面喝，就是，然后又是牛奶，你就只能在里面放到坏掉。艳阳高照，今天推广对，没错，希望他可以找我合作。手持一杯可快速通关，好像也不错哎、欸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潦草。是不是不能一秒一秒约好？今年却遥不可及。这个好像对啊，一个打广告，没有考虑一下吧？考虑一下，按那个 reverse 也可以考虑一下找我。这个 reverse 也考虑一下好吗？一秒，好发祭品就算一种推广了，因为就是对啊，拉萨嘎，买十杯抽纸笔，好像还不错啊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然后正是我们其实蛮多成员没有很爱预筹的，例如林杰。林姐还有林逸云，林逸云也没有很爱芋头，真的是其实很多成员还对芋头还好，呵呵，我们就跟那个芋头没有合作。好开心！什么好开心？又没加成，又没加成，还先不用开心，没关系。这是电子纸笔，好像也不错啊。谢谢欧妖茉莉的粉色盲花。自己打包，爱闪耀，幸福的手，一秒一秒越微笑，爸爸爸爸爷爷。所以，因为有牛奶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芋头火锅是可以接受。哪时候想发祭品？你说我发祭品吗？你是说我发祭品，我发祭品，然后你送，嗯，什么意思？然后我再给你钱，这样吗？
不行，帮我汇到一下账号，先汇钱给我，再帮你买芋头牛奶送给大家。什么意思？改芋头牛，哦，他可以改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公研发自己品，赵楠自己考。等一下，先不要。我等一下是不是很高云卷？等一下，有没有？你们闭着眼睛听。等一下，好像哦，很像哎。大家有没有？有点像吧，有点像吧。大家闭着眼睛听。等一下，有一点像吧。有啦，模仿大师。要跟撒娇一样，等一下，这不像，等一下，算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啦，等一下，谢家请个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哦，你们不要这样子哦，先不要喂。希望大家给大家一个不可任务，就是一秒一秒约好 dance practice 也破100万，距离目标还差了98万。很像好不好？明明就很像。等一下，现在不像了，一开始蛮像的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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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家帮一家发行品，平常在换纸笔。先等等大家，先等等咯。预报预报，姐姐你要听什么歌？听什么歌了？你要听什么歌了？听海哭的。明天开心一起吃盐酥，好吃盐酥鸡。听海哭的是你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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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道版破百万，再帮你发，真的假的？你会不会？大概十年后可能可以发到。我觉得练习室版本很好看呢，练习室版本很好看的。这算是我们第一次拍练习室版本吧。孤单旁观，假装坚强，眼里藏不住忧伤。每次希望败给失望，让我不投降的是你的肩膀。十年后再叫你。那个要差不多要发寄给我喽。Never say never。我是你爸爸。别傻哭啊！你要 You Go For It， 自动变化手势，当然就很顺。You Go For It， 我说谁在比赛过？那就继续向前走，逗留若在地球，再也不要放开手，无法退缩。就过好每分钟，轻松的走，让眼神闪烁。我们也要当十年，大家开心最重要。为什么蛮想看？我觉得很酷啊，就是那种私下感吗？要怎么讲？想听海哭的声音吗？
呼吸一波，相关相对发生。哎，是说，就是我们最近我走在学校，然后就碰到一些，就是他们有系上的作业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好像他们要做报告，然后就要到路上访问别人的一些看法，然后就被很多组碰到，因为他们要分组，然后每组都会来问。然后呢，反正我就是我们其中，反正他们要做报告，然后他就问我们说，你们喜欢哪一种？就是如果要听演讲，那种演讲，你们觉得怎么样的演讲会吸引到你？比如说，就是怎么样方式，哪种方式的演讲会吸引到你？然后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在一起，就是一起走嘛，然后就是他就回答，他说：“哦，我觉得幽默蛮重要的，就是好笑的演讲可以吸引别人。”然后说：“哦，好笑的是吗？”他说：“例如讲笑话嘛。”然后我就说，就跟那个同学说：“你要不要听我讲笑话？”我就强制灌输他的笑话，我就强制灌输他的那个为什么水里面没人，因为 watermelon 的笑话。然后他就，谢谢。然后他就开始在跟我们讲一个笑话，然后换我们跟他讲笑话，然后他还跟我们讲笑话这样。然后就突然从一个问卷调查变成笑话交换大会，彷徨假装坚强。我最喜欢这一段其实就是这一段旋律。败给失望，让我不投降的是你的肩膀。我当时尴尬姐没有，我很开心好不好？我们还自备那个蔡哥 BGM， 噔噔噔噔噔，我们可以上网查那个，我们打蔡哥背景音乐，噔噔噔噔噔，他们有笑，他们很捧场好吗？他们根本是捧场大师。December， 这样无法回头。我现在有几首歌，我是有一个，关掉了是吗？好，没差。我有个那个歌词库，三周年一首。其实很多写到一半的，三周年一首，然后好了啦，两首，大笨鸟三首，咖喱是什么歌啊？我有写一首咖喱之歌，但是我还没有，旋律还没好。我很多那种写到一半的歌，你写什么咖喱之歌？我咖喱的选，咖喱的词很酷，好不好？咖喱吃着咖喱，之后就必须别离。咖喱吃着咖喱，我的泪请别忘记。吃着咖喱拌饭，但不要唔甘。咖喱分开，还不错啊。就是一个咖喱跟咖喱的一个概念啊，咖喱吃咖喱，咖喱，所以这首三周年好了啦，大笨鸟，驼背，一家晚安，那个三周年随便啦，然后还有那个轰隆，那个也算吧，轰隆，然后还有那个电台的歌，鸡肉火鸡汤台，九首吗？还有吗？好像九首了哟，九首耶，这样总共九首吧，应该没了。居然还有那个捷运直达失手，大家会失手了。捷运直达，我有捷运直达。虽然那捷运直达根本就够捷运直达，现在就出发，然后就一首歌，就一句话，然后大家 repeat 这首歌就 repeat 这句话就好。够捷运直达，现在就出发。够捷运直达，够够捷运捷运捷运够。捷运直达，现在就出发。随便了，我有算呢、我刚才有算随便了。你说随便啦这首歌呢？随便啦这首歌，
小时候老师教我素语，想到传统自然知，长大后才发现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有太多太多要去追求，有太多时刻失去自我，就现在放下执着，大声说，随便了，随便了。不管是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宵夜，就算被朋友骂，我还是随便了，随便了。好，什么？其实也不想那么随便，但这世界一直改变，只能无奈去面对。或许随便能够好一点，至少自我安慰。随便啦，随便啦，不管是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宵夜，总算被朋友骂，我还是随便啦，随便啦，啊之类的。这种长度就要放专辑第一首歌，你说哪种长？你说够坚持的，现在就出发。变长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就是可能有慢慢在加长吧。谢谢陈阳在我的掌声鼓励，阿光掌声鼓励，跟 Plus Sing Song 跟神兽的掌声鼓励，阿光掌声鼓励。Sing Sing Song。你的模样啊，好像有写过什么再见总是来得匆忙，来不及失去的过往，来了又走，去了又来，都还来不及忧伤。你的模样放进我的珍藏，好不想习惯这样，是吗？谢谢 Clayton 的小金蹦蹦。你的模样也会渐渐遗忘，留在原地的人呢、啊？是这样唱吗？哦，再见总是来得匆忙，来不及失去的，来不及失去的过往。来了又走，去了又来，都还来不及忧伤。你的模样放进我的战场，还不想习惯这样。你的模样也会渐渐遗忘，留在原地的人啊。这首歌是，哎，这首歌很难过啊。这首歌是在讲我们 AKB48 的成员都留在这边，是我们的员工一直走来走去。这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。这首歌是一个，就是我们成员一直都在，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换来换去的一首歌。那首蛮悲伤的歌吧，就是阿光的掌声鼓励，跟 Rapper 的掌声鼓励，跟外星人的掌声鼓励，跟阿光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真实的故事，我也觉得还蛮真实的。你难过。你看，来了又走，去了又来，都还来不及忧伤。好，你的模样也会渐渐遗忘。留在原地的人呢、啊？就是我们留在原地的人呢、啊，是不是很哀伤的故事？好真实啊！像老沙的枫叶，叭叭叭叭嘞耶耶，这首叫《流动率》吗？没有，这首歌叫做《再再要记得分清楚》。是你们员工的标准，在在要记得分清楚，是你们姐姐的基本配备。我姐姐基本配备，在在要记得分清楚，大家。
谢谢 YC 的真情告白。下次可以再讲。看到他枫叶。得得得。好的得得得。得得得，要分清楚，在在要分清楚。不能在在不分哦，大家。嗯嗯。得得得，也要记得分。听听我的专辑，你真喜欢这样。就跟你说，不要驼背啦。勿忘上次打的时候，仔仔飞行，仔仔要分哦，大家，请记得分仔仔。咖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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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想吃咖喱哦。咖喱咖喱吃着咖喱，之后就必须别离。咖喱咖喱吃着咖喱，我的泪请别忘记。好可爱的歌哦。咖喱咖喱吃着咖喱，之后就必须别离。咖喱咖喱吃着咖喱，我的泪请别忘记。吃着咖喱拌饭，但不甘甘。吃着咖喱拌饭，咖喱咖喱分开，好像分开呀、啊。超称赞，超称赞。好棒好棒。啊，好敷衍哦。妈妈好棒好棒好棒，好棒。咖喱咖喱吃着咖喱，之后就必须别离。咖喱咖喱吃着咖喱，我的泪。请别忘记，吃着咖喱拌饭，但不甘。吃着咖喱拌饭，咖喱咖喱分开。讨厌的萝卜块，今天人都在你的碗盘。也不是特别爱不浪费食物，是你的良善之类的。谢谢 Miso 掌声鼓励跟阿光的掌声鼓励，这首恢宏恢宏的感觉，这首恢宏的感觉吗？蛮有恢宏的感觉哦。要想吃咖喱饭，喜欢呢给你把饭，是那个迷音吧。给你把饭，大家知道那个，大家知道那个迷因梗吗？给你把饭，咖喱咖喱咖喱，我这首歌是那个给你把饭的迷因想到的。咖喱咖喱吃着咖喱，之后就必须别离。咖喱咖喱吃着咖喱，我的泪请别忘记。吃着咖喱拌饭，但不甘。吃着咖喱拌饭，咖喱咖喱分开，好像蛮好的、啊，好像蛮好的、啊，快点求称赞。很好啊，出歌啊。蛮好的、啊。我不要啊！你还看吗？看还不看到？还没看到。外卖对，别把饭写到你的分数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谢谢你的掌声鼓励。去了来了又走去了，哎，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好难过。来了又走，去了又来，都还来不及忧伤，你的模样。谢谢普拉斯的掌声鼓励，蛮好的，这样了，这样有几首，这样好多首，可是我是 50%， 没有很多都是那种曲想好的，但是不知道和弦是什么，因为我是一个没有乐理基础的人，就是我都是凭直觉，没有乐理基础，所以就不知道怎么用和弦。欸、我之前大家知道我国中要考国乐班
件事吗？应该是不知道哦。反正现在大家知道，我知道、哦，是哦，就是没有考上的一个故事，欸、就是一个国中想考国乐班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小学六年级才开始在准备，所以没有考上的一个故事。不是说那个国乐班都要那种从小三就要开始准备了吗？没有，就是一个突然就是行动派嘛，但是行动派就有点太晚才行动。有点太晚才行动的行动派，所以就是没有考上国乐班。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为了要考国乐班，所以我去学一点乐理，但是学完之后乐理还是超爆烂，还是超级乐理真的很难哦。乐理就是一个我的学不会的一个罩门，还是我没有找到对的老师，因为我听说没有教不会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哎。好像没有啦，我觉得老师都教的很棒啊，我觉得一定是我们学生自己吸收的太不好了，我觉得我们太不会吸收了，这样子不行，我有自己感到非常抱歉，你真的不行耶，太不会吸收了，而且重点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考中国底，就是我是考国乐班，然后考中国笛，然后我笛帽才给我破掉哎、欸，就是我要吹的时候，然后在一个因为一开始吹可以试几个音，再开始你的演奏，然后他居然给我笛帽破掉，我想说哦，什么意思？然后那个、嗯、但是那个考官还是对我很好，他就让我出去换笛帽，然后就超爆紧张的啦，所以也没有吹好，哈哈，哈哈，哦，杰森有上过乐理是不是？怎么那么酷？怎么弄？我没有失言，我说那个是我们学生吸收的不够好。你怎么不会学？对不起，太难过了。所以呢，就是，但是也蛮好的啊，就是因为没有考上那个国乐班，所以就是，但我后来的生活还是过得蛮好的，就是碰到了一个超恐怖的老师。我生活还是过得蛮好，就是碰到了一个超恐怖的老师而已啦，就是他是那种就是大家说全学校最严格的老师的样子，就是每天狗在就那个我之前不是跟大家分享过，哎、欸、什么字下面要勾起来，哎、欸、我忘记了。反正我之前不是跟他很之类的吧，哦对，木头的木，然后下面勾起来，我想说他是怎样，然后要罚你十次啊，木头，我就碰到一个木头的木下面要勾起来，然后没有勾起来要罚写十次，老师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，比背上跟背上没错，你到时候是小三度哦，原来如此，叶老师的 pop cat都成了都会用，没有啦，怎么会？我可是适合当老师的人呢、欸，我是被算命师说适合当老师的人，我怎么会用老师呢？对不对？老师很辛苦哎、欸，老师真的是很辛苦，而且好像全台湾唯一有放教师节的学校，居然在辅仁大学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一个很酷的一个，好酷的大学，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是辅仁大学的感觉。谢谢老师的 pop cat， 所以老师也是很辛苦啦，但是学生也很想放教师节的假，就是教师放假学生也可以放假，所以就放教师节就大家都开心啊，为何不放，对不对？没勾起来罚一百，对，我们就是把上面积下来的怨恨慢慢存下去。没有，我们做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，越来越糟糕，做老师是不行这样子的吧，应该是不行的吧，巴巴巴，不行的巴巴巴巴嘞！哎，我之前大家知道，就是那个巴巴巴巴嘞，爷爷真的太洗脑了，就导致我那段时间真的是，就是还没有公布舞单这首歌，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必须练嘛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一直听着听，但自然真的太洗脑，所以就导致有时候真的会被人突然唱出巴巴巴巴嘞爷，但是我好像有几次真的在直播不小心扒了一下，那我就开始。爸爸爸爸爸爸嘞，爸爸爸爸爸爸嘞，我就是硬一个圆回来，我就爸，然后就说完蛋了，我就爸爸爸爸爸爸嘞，爸爸爸爸爸爸嘞，反正也是有这首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前阵子可能会一直听我唱爸爸爸爸爸爸嘞。
巴巴巴巴巴巴嘞。大家有印象是不是？大家有印象，就是我突然就是太洗脑了，没有意识的唱出来，然后再圆回来的一个小故事。巴巴巴，而且那第一个音还是高的，巴巴巴巴巴巴嘞。对，就变成阿妹的歌。原来这是爆雷的，爆爆爆爆爆爆雷。但大家也不知道在干嘛，因为大家也不知道是原创曲啊，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歌。就没关系，其他人去挖我那个前几个月的爆爆爆爆爆雷特辑，然后数一下我到底唱了几次爆爆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最近在唱这首歌？什么意思？这是会议室密码。会议室密码。那个老板说，我天哪，王一佳又在唱叭叭叭叭叭的，是不是要进会议室了？这样子，先不要啊，没关系，给人寄给姐姐。但我又没有唱叭叭叭叭嘞耶，我是唱叭叭叭叭叭叭嘞，就差很多吧。因为本来就这首歌啊，我只在唱那首歌而已，好不好？叭叭，你们怎么可以规定我不能唱叭叭叭叭叭叭嘞？是不行的吧，应该是不行吧。啊，好烦，我们班有一个人讲话很 ABC， 然后害我最近一直被影响。我就是我，所以我最近就是这样子，不行的吧 ？OK， 这样子不太 OK 耶。还有最近的音调都一直讲这样子，就很烦。就是最近讲话就是比较这样子一点，就是不要跟我闹欸，很 crazy。 哎，我猜什么好了，真很 crazy， 真的假的啦？他是 ABC 哦。但他英文很好。哦。真的很 crazy 欸。太 crazy 了吧？但我就觉得就是。他应该自己也觉得这个音调很有趣，就他有时候会故意这个音调，然后大家就会跟着一起这个音调，这都咋的啦？太 crazy 了吧！这些朋友都看好你哟，真的是太 crazy 了啦！我把我的青春给你，不是因为想换取和你的婚礼。是纯粹在醉。我们之前凯跟刘晓婷说，我们要不要来翻跳千秋岭？大家知道翻跳千秋岭可以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线下公演票一张。那你可以去看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谢谢会员的看好你哦，谢谢你哦，去不了，我们要去的时候要先那个隔离吗？先隔离再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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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嘿！我的房间什么爸妈经过？大家知道他们有一个官方吐槽吗？就是。爸妈经过，然后他们唱爸妈经过，爸妈经过，可是这是成员记歌词的，对，这、就是成员记歌词。他还在公演分享这件事情，好笑。爸妈经过，真的，我们连茉莉都还没 cover， 请问我们什么时候 cover 我的茉莉？我的茉莉的 T 恤都已经到了，还没 cover 茉莉。噔噔噔噔噔！哎，我们之前不是帮大家代购那个 Uncle Raja 的衣服吗？有一个人还没拿，超久，超级久，他还放在我的房间，在这里房间说，这怎么还有件衣服？怎么会？还是你就拿啦，你要不要穿啊？好啊，他是要送我的衣服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但也没有付钱啊，就还没付钱，还没，就是还是你的钱，哭啊、就等于是你买两件这样子。哭啊！还不缴钱？好笑。爸妈对美食之答怎么样？有我看 Team SH 有吗？你有想要的意思吗？你要那件衣服吗？是可以啊。哎呀，可是他为什么不拿？忘记了吧？不行。哎呀！哎呀！真是太嗨呀了！嗨呀！你有情侣装了？
一小年鸡肉饭，你说那个吗？鸡肉饭那件吗？鸡肉饭那件是我现在的睡衣耶，我的睡衣，还有一件没谁，那么可爱的衣服，我会穿出去。哦对，直接穿出去这样。我会穿出去。我每次穿出去都有问我说：“你家是开鸡肉饭吗？”然后我就会说：“嗯，对。”懒得解释，你知道懒得解释吗？我就，我也有被问过。对。不是，鸡肉饭。不然我要怎么解释？我要怎么解释？他说：“你们家是开鸡肉饭的吗？”对。对。对。不然要怎么解释？听一下声声麦。好好笑，对，放弃解释。你是员工吗？这里就是一个鸡肉饭。你是家里开鸡肉饭吗？对。对。对。哎呀，好想一下，想要怎么回答？要说不是吗？那不是的话，那为什么我有这件衣服？不要回答了。对。对，我是。对。对对对。然后有时候会问比较详细，说哦那是哪一间的、啊？我说哦你应该也没听过、啊，你应该没有听过，就是蛮小的一间店，就没有名字啦，对，没有我家楼下，对啊对啊、没有名字，你应该没听过啦、啊嗯。哦，是哦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敷衍怪，谢谢逸晨的银白芒花，粉丝全是鸡肉饭，我是那个掌管鸡肉饭的一个人，我是老板。这不是，那你有听过 AKB48 GP 吗？那老家的银白芒花，一家鸡肉饭，你说两家还是一家？一家吗？没有两家，一家，一家就好。你说哦，我就开一家鸡肉饭了。哦，我是开一家鸡肉饭，就是一家鸡肉饭，一家鸡肉饭。Channel 直播做鸭肉饭，那么酷。鸡肉啦。但是鸭肉，哎、欸，嘉义是有什么鸭肉羹，是吗？他名字就写鸡肉。哦、他写鸡肉，好，那鸭肉羹，嘉义是不是有鸭肉羹？有。阿波鸭肉面。还有那个什么达文化。也是蛮有名。其实嘉义鸭肉也算有名吧，算吗？是明雄，哎、欸，明雄是鹅肉。对，明雄鹅肉。对不起。但嘉义也蛮多鸭。好像有一点。鸭的店。哭啊！嘉义很多鸭的店。现在老上的银白芒花，就忘了开的时候那种悲伤。这 YZ 的银白芒花为什么不开两家？但为什么只开一家、啊？嗯，因为就那个，老板、啊、你给我钱了、啊。赞助啊！哦，对，老板你给我钱啊！赞助啊！这 YZ 的银白芒花，所以我后来就当睡衣穿，刚刚同事就说：“嗯，你是开鸡肉饭的吗？”嗯，对。一直穿外套。哦，最近真的是一直错估天气耶，就是感觉有很冷的感觉，但是其实没有超热。你的性质很特别的那种，是不是？还好我是那种三合一处王，马上解释清楚了。王。写外星人的银白芒花，哎、欸，我要念排名了。王，第一名是咪鼠，请问咪鼠要交作业吗？听得见，围着窗，静静遥望着远方。好，咪鼠慢慢想一下，念个排名。第一名是谁？第一名是 Miso Coquette Rizzo。等一下，我要那个手。第一名是 Miso Coquette Rizzo， 写 Miso Coquette Rizzo。第二名是开心 Coquette Rizzo， 写开心 Coquette Rizzo。第三名是普拉斯 Coquette Rizzo， 写普拉斯 Coquette Rizzo。第五名是 River Coquette Rizzo， 写 River Coquette Rizzo。第六名是亚欧莫莉 Coquette Rizzo， 写亚欧莫莉 Coquette Rizzo。第七名是怀 Coquette Rizzo， 写怀 Coquette Rizzo。第八名是 Gake Coquette Rizzo， 写 Gake Coquette Rizzo。第九名是撒路 Coquette Rizzo， 写撒路 Coquette Rizzo。第十名是阿光 Coquette Rizzo， 写阿光 Coquette Rizzo。第十一名是夜空 Sky Coquette Rizzo， 写夜空 Sky Coquette Rizzo。第十二名是 YC Coquette Rizzo， 写 YC Coquette Rizzo。第十三名是 CKUMK Coquette Rizzo， 写 CKUMK Coquette Rizzo。
第十四名是腹尾浅浅口开不走，谢谢腹尾浅浅口开不走。第十五名是乌鱼口开不走，谢谢乌鱼口开不走。感谢大家，小朋友们看好牛跟一水龙虎糖，谢谢大家。姓姚，哎，是桃，桃还是姚？一个女在给照，一个女在给照。姚，姚对，姚姚有吧？姚没有吗？有吧？姚明啊？对，姚明，对对对，姚明，姚明，姚明。姚明，今天这么赶的吗？差不多吧，一个半小时今天。姚明，因为这人生是满不再流浪。棒棒棒棒棒棒棒，但陈先生也不错啊。陈先生直接变陈先生，陈先生也蛮好的啊。因为这深深什么，我以为是另外一个城诶、欸、就是有一个城是一个盐在一个甚至的甚，一个盐在一个甚至的甚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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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近讲好多儿话，你说都假的真的假的。莫里斯森的日文，姚森，你是姚森是吗？不要内涵，你慢慢想。哦、你叫姚森，是吗？那我们就再聊，我们再放一首歌。想听什么呀，姐姐？听什么？听什么？你说听什么？不然你说嘛？就对啊，不然听这个。先不要。先不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位妹，嘿，那位妹，嘿，到底在什么吧？哦，对，你要去教招了，但教我不太清楚教招到底是怎样，是几个礼拜吗？还是很久？不晓得哎，没有去过。嗯，没有去过教招，不晓得。不熟哎。教招是怎样啊？姚长生听起来蛮顺的。不然要乱取名字。姚品生。姚卫生，卫生鼓掌，卫生鼓掌。谢时间，哎，要怎么讲控？动动六动动，哎，什么？是吗？动吗？是动。动。谢谢，动动动，不对劲。耶，在军营待一个礼拜，那会很恐怖吗？想听新型病毒，绝对不可能给你听的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绝对不可能给你听的啦。控啥控？我在想那个台语啊。控吧控控，控六控控，控六控控，控幽灵，控控控。动。萝莉控控，萝莉控控。那很恐怖，还是都在干嘛？军属那什么都在干嘛？都在干嘛？他说绝对不可能讲给你听，都很可爱。谢谢你的成长。绝对不可能讲给你听的啦。只要活着回来，哇，那听起来蛮恐怖的。绝对不可能讲给你听的啦。有那一位了。绝对不可能讲给你听的啦。叫真真有哎、欸、什么叫真吗？叫招叫招叫真是什么？叫师真是叫真叫招叫师真叫师真是好叫招
加州加油！加州加州在混吗？都在擦枪是哦。就可想可爱不可爱吗？好好笑，教真是教是真实的部分 ，OK。好的，那我们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喽。那如果有买，如果有要去生日会 AB 场的话，就记得也手记得要来哦。那我们就礼拜六见了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应该是下礼拜一吧。大家就再看一下官网的公告 ，yes， 大家再见喽！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，感谢大家。古拉斯鸡肉饭晚安，米索鸡肉饭晚安 ，River 鸡肉饭晚安，乌鱼鸡肉饭晚安，老沙鸡肉饭晚安，妖魔里鸡肉饭晚安，还是要穿乌米提啊？没有，我又没有生日 ，Gay 哥鸡肉饭晚安，阿刚鸡肉饭晚安，振宇鸡肉饭晚安，奇儿鸡肉饭晚安，什么？乌鱼鸡肉饭晚安，管鸡肉饭晚安，板豆老师鸡肉饭晚安，勇哥鸡肉饭晚安，传亮鸡肉饭晚安，外西鸡肉饭晚安，小易鸡肉饭晚安，那里挥手鸡肉饭晚安 ，Rever 鸡肉饭晚安，灰原鸡肉饭晚安，普拉斯鸡肉饭晚安，库伊楚鸡肉饭晚安 ，Miso 鸡肉饭晚安，打疫苗打疫苗加油，大家晚安喽。好的，外西鸡肉饭晚安，五四三。